生创造公司。Hello， 大家好，我是龙啊。今天我的眼睛会比较小一点，可能有一点没睡吧。好，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昨天发生的哈。因为昨天我们在 FB 啊，或是 YouTube 都看到一系列的广告，那个广告是什么呢？就是史迪奇的快闪店啊，在三月份，也没有特地去了，顺便我要去地下街买一些公仔。那今天是陪着贝贝呢，那我们今天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叫做说走就走。那我们的计划是这样子的哈，从新竹骑摩托车到台北，那我们沿途会看到什么风景呢？到时候我们会记录下来给各位观众看哦。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出发咯 ，Let's go。OK， 那今天就是利用这一台摩托车哈，然后我们就直接杀到台北去吧，沿路看看风景咯。对。这条是台山线，然后我们现在人在桃园的龙潭。对，那刚刚呢，其实我在路边原本很想录影的啦，只是一拿起手机来就红灯了。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那后面有看到吗？这个龙潭观光大池啊，的确蛮大的池。喂，贝贝，不要破坏美景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去这家 Seven 上个厕所，买个饮料喝了啊。终于快到了。大家好，那我们人已经到了这个台北。那我现在正在脚，我已经看得出来吧。然后刚刚我在这边看到一个蛮屌的，哦，满满的，有没有看到？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好，那各位，那今天我就要来挑战这个台啦。刚好在这边看到一个低档版正版，不知道爪力是怎样。哎。会内丢哎，那我们没关系，我们再去挑战。刚刚我有看到哦，咚，这个山峰的贝贝说要挑战。哦，重力盒哎，哇，贝贝好厉害啊！要实践我。不错啊。现场马上开箱。哦，今天天气太好了。嗯，好可爱啊，黄色的。那贝贝喜欢吗？再讲，真的假的？快没钱了！哦，中一个了。一样开箱，钥匙超好用的啦。开一边就好了。Nike 的，真的好啦。那现在我们刚吃饱，我们现在在路上。那我们现在要去野兽国的史迪奇专卖店啦，在前面这里哈。对，骑车我们骑了两个小时又25分钟才到台北。那我们现在人就在我们店门口了。这贝贝，贝贝，对，亲爱的史迪奇啊。And it's all you and me. We'll kiss the sky goodnight. Just run away with me, darling. We'll get real lost. We'll get real lost again. Just run away with me, darling. We'll get real lost. We'll get real lost again.刚刚被挑的，大家看，哇，史迪奇摩天轮的，可
还有这个喇叭哎。我越来越想要的东西，可爱。今天特别带贝贝来，你看这个，花了2小时25分，就是为了这些东西。这个很可爱，的确蛮可爱的。但是你喜欢都买给你。这个呢？自己挑啊。哇，这个我有。第七名会失心疯。这个我有，这个也蛮好看。拜的、啊，所以阿拜是属于原本正常色是哪一个颜色？这个，不知道，还是这个？那等下你要去拍大头贴吗？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摔子吗？要买吗？看看你决定就好。这都一样的。我觉得这个蛮酷的。这是什么？那白花针。把包没有听。很多张哎。你该不要贴我车上吧？贴满满的史迪奇。现在就是要拍大头贴。要哪一种的？被你选了。这个。选你喜欢的好。哎，摄影呢？快看哪一个？还要拍什么的？哎，好。他是给你选要哪一张？没有啊，哎，在倒数哎，可是很丑哎，我的脸，这不能重新拍了哈、哦嗯。选择重拍或下一步，可以啊。重拍好，可以耶。可以重拍。他不管你了，他只是硬的。Oh no！ 他不管你了。那换到50块，那我们直接先投50块啦。贝贝，你看底下的这种的啊，你看到吗？有啊。正在影印当中，然后就掉出来了。还有一个用笔安好了。掉出来了，来这边有5种款式。看看，我要体验，哎呦，是平安的。我们现在人在台北地下街，然后贝贝刚刚看到很心动的东西，还有娃娃，史迪奇的，太开心了。这里又是贝贝的天堂，现在贝贝正在找史迪奇，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满满的都是史迪奇，嘿嘿，贝贝很心动哦。哥吉拉的，多少？600。我很想买这一只哎，哇，我的勇王枪，你看，我买当初买1050，这个1680。那今天我们的影片结束了，今日的 vlog 希望你会喜欢，喜欢的话记得按右下角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